会讲到说，台湾人是洋人，大陆人是蓝，这个我常常听到，这是真的。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收入，会想尽办法去拼这口饭，所以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成功的几率是非常大，什么奇怪的招数都有。大家都会有这个经验，就是撞墙期。这个最可怕，这真的是创业里面最可怕的东西。你撞不过，就一定要去就这样。那讲了这么多，我真的成功了吗？其实没有，我还在琢磨。第一个，积极性的指标；第二个，财报责任；第三个，有序的经营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还没有成功，这才是第三年的考验。